么办？跟他讲。起来，还叫师傅来，就是师傅说还是我来吧。那个反光那里太亮了，不懂。
香了。嗯，有点饿了。应该是在这边切吧，还是在那边切？我要准备逃跑路线。灯光反光挺强的，差不多了，这边可以了。这边就先过了，这边怎么样？让他把油控一下。这个这么烫它也敢摸，里面蘑菇、香肠和菜，好，收工。哦，啊，手都酸了。Thank you.